知了的闽南语怎样说？安保者，安保者啊，安保神，严公准，严高准，严高者，严低准，严高者，含高者，含高者，保者，欧家者，家者，家姐，家贤，阿姨，阿姨。阿姨用包塞用公塞用布塞鸡鸡啊鸡弦青鸡啊石梨啊弦弦啊弦弦泥准结礼大礼大礼啊大节大节鼻炎银鸡银鸡啊两个啊，秋神，羊宝子，叶宝孙，含高孙，听到这的人，又果是一个感恩的人，欢迎评论区补充。